还发激光炮了。哎，怎么又有一张脸？哦 no， 哦 no， 我要躲在哪里？我一直没按飞行模式。哇、哦，龙焰，我真的可以喷火的。嘿，伙计们，你们好啊，又见面了，我是鲤鱼。那这次终于又来到了 Deer Simulator， 非常普通的路。看我现在这身装甲，是的，这次呢就要把它大结局。依旧我们还是要在这个未来都市里面把路灾等级达到 A 级，然后去解锁那个传送门，去对战未来的自己。我现在路灾等级是 B， 还差一点点。破坏大厦，破坏吧，嘿嘿。我忘记介绍了，看我身边又多出来了一个，他叫什么树懒，我忘记他的全名了，反正这有一个虚拟熊，我现在有两只熊了。是的，看到没有，这依旧是我的飞船，在这个世界把那个迷你恐高熊，对，虚拟迷你恐高熊呢打败之后，你就可以解锁一个挂件，这个挂件也可以射激光，看到没有，我现在是两个激光啊，哈哈。猫猫攻击，这路灾等级怎么还不上啊？超级传送门出现了。OK， 我这怎么像喝多了一样？哈哈，啊，这应该是第二次了。你好啊，又见面了，未来的自己。我感觉未来版比较酷啊，为什么？我这是墨镜吗？我一直想吐槽这是墨镜吗？可是我怎么打他呢？我只能用我的小手这样扒拉他吗？你好啊，哎呦呦呦呦，哎，他有激光剑，我也有激光剑了，等一下，让我拿一下，让我拿激光剑，哗哗哗哗哗哗，嚯嚯，哎，这激光剑可以回血的吗？嗯。哎，不对，我血回了吗？他只是在闪而已啊。他怎么拿枪了？哎，还可以，我没等他拿枪就把他这个形态打败了。耶，露兹诅咒！哇，这下完了，我要打两个呀！哎呀，先打血少的。哇哇哇，他还会开枪。我不会又死掉吧，在这里我不想死掉。哎，我现在有枪了， yes， 哎，别都别跑，别不跑，哎，不对呀，这他会躲我的子弹，好长时间不玩我都快忘了。哎，完了，我就剩一格血了。哎，这下真的要死，我现在有 AK， 也有 AK 了，不要躲了。哦，他们攻击的时候我就可以用子弹射他们，我掌握规律了。可是我现在只剩一点血了，再打到我一次我就彻底就死掉了。攻击我，快使用你的枪啊。 OK 哦，可是在这里重试，太好了，我以为我要又要重新把城镇搞破坏一遍。耶、yeah! ，yes 啊，打了好长时间呢。我想起来了，它会变成超级巨大的诅咒之路。我跟他玩猜拳对吗？哇，有种环太平洋的感觉。我都忘了剧情了。鹿角，你是裁判吗还是什么？哦，他也变成我的机甲了。怎么玩来着？强攻击、弱攻击，我直接玩弱攻击是什么鬼？等等，操纵方法，哦，互相克制的，哦，好使啊！这样我就扣血了，我懂了。那我等他出招不就好了吗？弱攻击，哈哈。哎呀，我应该用屏障的，绿色按屏障。哎呀，他屏障，我应该用强攻击吧？我主动攻击呢，我主动用强攻击。Yes， 我就一直用强攻击。哈哈，继续。Yeah， 我先打的你，看谁快，就一沾地就完事了这关。哈哈，再来，
哎呀，你不会轻攻击了吗？棒！哎呀，他看清我的招数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再浪下去了。轻攻击！哎呀，稳住，稳住！哎，平杠！哎，好的，弱攻击 ，yes， 就差最后一拳。哎呀，哎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！哎，我同时按了两个键，貌似。投降吧，认输吧。哦，现在有两个选项了，一个是开枪，或者是不开枪。之前没更新的话，是出来一个游戏中的神，也就是作者吧，拦住我了，说敬请期待。现在这是一次有两个结局吗？我开枪吧，我开了啊，哪个？我开了，我把未来的自己给杀死了吗？我这么僵直僵硬。哇，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墓地啊？好沉重。哇，这是打了多少次啊？这是轮回吗？我已经干掉无数个未来的自己了吗？天哪，所以现在我变成了未来的自己，然后会有另一个穿越过来的人再把我干掉。哇，这个结局，我能不能立刻回到那个不开枪的选项啊？哎，可以快进的。哦吼，第十三路，我变成第十三只鹿，然后会有另一个人再干掉我，对吗？我不会要选另一个选项的话，需要再重新玩一次吧？哦，不想再打他们了。这什么鬼呢？最后的照片是，这貌似是人类世界的什么日心电图吗？我只能点退出。No！ 我要重新打一遍他呀！啊，有两个。那我刚才那个结局解锁了什么东西吗？啊，加特林吧，加特林炮，装备时会被海豚攻击。海豚在哪儿？海豚在那边，先不管它。什么都没有吗？这是我刚解锁的吗？海豚呢？哇，海豚特工队，这个特音效，哎，这么强的吗你们？不行，我要血洗深仇，我这次把船给升起来。来 come on 海豚，我现在这么强，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啊？哇哇哇哇哇，你们在哪儿啊？不要跑来跑去的，死掉一个。Yeah， 就这样就打败了你们两个。OK， 但是我现在有个超级加特林了，这是哇！现在的装备，如果变成北极熊会长什么样子？哇！哎，这比我当警察酷多了。我鞋也变样子了，我这鞋感觉像变成人类的跑鞋了。我想再看看变成老虎是什么样子。老虎的话，鞋也是变了。哇、哦，空中战车，哎，可以飞的战车，我现在是一个，因为这个熊奔跑起来的话就会变成车的样子，啊，我要把鹿仔等级重新弄回呀、啊，这个太烦了，他就不能那个传送门一直给我留着吗？破坏吧，破坏吧，大河豚，哇、哦、哇、哦，变形金刚熊，好久不见变形金刚，哇、哦，河马兔也来了。转圈圈吧、啊、我没带寿司，所以按下没有用的。哇，这个河马，这河马它也是脚上带东西的，在空中发射。哎，呜呼， One hour later、终于我这次不开枪，不开枪。
哼，结束这该死的轮回吧。这是自拍杆吗？我的手怎么变得跟棍儿一样？哦，我们要合作操纵这个机甲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既然哦，这种能力只能是两个人合作才会发出来吗？我在想为什么一开始对付我不这么搞，我直接把整个城市都给吸走了，我制造了一个超级黑洞，哎，然后咽了下去。天哪，我是创世录吗？我是神录，哎，哇，哇，我变得这么大了。哎，现在地球是平面状态。你好太阳，我要去把太阳也要破坏掉吗？我这把地球给玩坏了。这是我哦，所以我们这个游戏一开始捏的人，终极首领，我是什么意思？是指我这头鹿啊，还是说我要打我自己建的这个人呢？我怎么攻击他呀？我现在没有武器。哎，什么鬼呀？哦，好吧，我要打我自己。我会掉下去吗？哦，我掉不下去的。原来一开始的捏人是我，哎呦，我怎么就哦，我总共就一格血，这怎么打不中啊？有延迟怎么着？哦，这干嘛？为什么我自己在殴打自己？好多呀，我怎么样能一直发射呀？射速能不能快一点 ？Oh my god！ 我要打哪个呀？这个本体吗？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给恐高我自己。鹿在等级 S， 天哪！哎，这太难了吧！我都死了，你还在鞭尸哎！不要啊！你们这群，离我远一点呢。嗨，萌萌的自己，我捏的这个人好傻呀，这么瞄不准呢、啊？我这都掉哎！噔噔噔噔噔！哦，长时间摁住会有激光炮啊！只有激光炮才有用哎，也没射中，哦，哦，哎，啊，差一点，哎，死了，不停的来呀，你这是安装了什么奇怪的武器啊，装甲？哦，哇，你变成超级大柯基了吗？这怎么还有那个大猴子也来了？哇哇哇哇，好难啊这关，好多呀，这怎么打呀？这关真的能过吗？啊，这关真的能过吗？直接重来啊！天哪，你不要一开始这样傻傻的看着我了好吗？我狂奔也是有伤害的。我血量怎么变四格血了？之前有这么多吗？我每死一次都会变强吗？还是怎样？而且这次死掉没有重新开始，哎，我有点发懵了。什么东西来回震？不要再震我了。我血量越来越多呀，我这关难道就是真的要不停的死吗？越来越好打他们了，是我攻击力变高了吗？他们只会朝一个方向攻击，哎，好蠢啊！哇哇哇哇，
这怎么还用武士刀了呢？不讲武德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哇哇哇！耶！哇，都吸收掉，这什么鬼啊？还发激光炮了？哎，这怎么又有一张脸？哦 no， 哦 no， 我要躲在哪里？哇哇哇！哇哇哇！哎呦！哇哦！哪里是安全的？哪里是安全的？哎，我待在这里好像打不到哎！天哪！哦哇！我真的是要把太阳破坏掉吗？我以为最后的 BOSS 是作者，或者说这个游戏里面那个拿着告示牌的神，结果是我自己。怎么进嘴里了？我这么努力就是要变成我自己的食物吗？这游戏脑洞好大。嗯？还有关于我人类的剧情，我这是做了一个梦吗？怎么吓跑了？我捏的人很丑吗？哇，在病房哎。我在想恐怖吃豆人那个黑暗欺骗那个游戏会不会也会有这种桥段。哇这啥呀，我跟鹿合体了吗？这就是真正的结局吗？OK， 什么鹿门的世界是这意思吗？鹿门的世界，我知道楚门的世界。开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好，乘坐。啊啊，他真的可以乘坐。哇！哎，这条龙跟这个游戏里面完全不是一个画风啊！我怎么让它飞起来呀？我长按了没飞起来呀？我这龙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不听话呀？啊 ，Q 是飞行模式，好吧，我一直没按飞行模式。哇、哦！龙焰，我真的可以喷火的 ，Lacalis， 耶！Lacalis， 哇！这座城市归我了！哇、哦，太爽了！龙妈的第三条龙在我这里，知道吗？异鬼们，你们不要嚣张！哦，小牛们！哎，这牛一下子……哦，变成了汉堡！他们变成了汉堡！哇，直接变牛肉堡了吗？嗯，这个牛肉堡可以吃吗？还怎样？还有这个桥段，哦，这个大牛会发生什么？哦，超级大汉堡，100%牛肉。不，我们想把你们做成汉堡。
那些羊。哇，你们这些小羊会不会变成羊肉堡啊？没有，并没有，我这龙头回不过来呀。好帅呀，最后一只小羊。哦，我要去找我的航母。哦，太帅了，下来喽！这个龙也会自己降落哎！天哪，我想起我很久很久以前玩的那个《我的世界养龙基地》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我自己哎！哎，什么鬼是这种爬行方式？我以为可以直立呢。啊，解锁完真正结局可以解锁两个东西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它写的是什么？受到伤害的话，即死。谁要是打中我一次，我立刻就会挂掉吗？痛击人类时会令脖子伸长。你好，你是人类吗？他感觉你的头，这什么鬼呀？上面，路化一下，算了。我现在是长颈鹿哎，我怎么攻击啊？哎，我奔跑起来，哎呀！你们好，哦，可以让人类的脖子变长，我以为是我的脖子变长。可以无限长吗？路化吧，你跟着我，把脑袋搞成最大之后呢，我们……哎，我不要拿起来它呀，我不要拿起来它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哇，这是这种变长方式啊，变菱形了，变漏斗状了，哇！这脑袋变成倒三角了，祝你好运，快去医院检查检查吧，让他们给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。受到伤害的话即死是什么意思？是我即死还是别人即死？嗯，哇，不过跑起来的话我终于像个正常人一样跑了，但正常人没我跑这么快的。试试如果他们是不是打中我一次我立刻就会死掉，或者小绵羊。果然就是这个意思，那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啊？那不坑我用的吗？打我一次就死掉。别打了，你看什么？哎，你看什么？哦哦 ，Lacatis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这个 Deer Simulator 非常普通。非常普通，真的非常普通，我连龙都可以驾驭了的路就玩到这里，不知道这个游戏以后还会不会有更新了。那么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李鱼，下期视频我要会见你，记住你填饱吹笑 Tomorrow Elf will be fine。